尼天安登，大家好，我是玛尼天卡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想要提醒大家，十月六号呢，这个重要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一天呢，我们的帕尔玛希瓦 Home 一级、二级、三级课程呢，这三个课程全部免费对外开放。这三个课程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一级课程是基础课程，它讲的是我们的七个脉轮以及身体的七层，所有的这些最基础的科学，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所有的阻碍、困惑、愤怒啊、焦虑啊，所有的这些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怎么去圆满这样。当然了，包括脉轮和身体的七层，所有的这些信息呢，也都是我们现在当下所有的可能对灵性感兴趣的人呢，都会非常非常向往的这些知识。也是最有潮流的这些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教授这个瑜伽的练习呢，去协助大家，包括冥想呢，去清理你的脉轮以及身体的七层，告诉你怎么去让自己通过这个瑜伽的方法呢，去让自己从所有的这些情绪和困扰当中走出来，这个呢是一个适合于所有的。包括没有灵性背景的、没有灵性修行历史的这些人的一个非常好的课程，是一个基础课。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同修大家都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自己身边的每一个新人，能够让大家来一起在11月6号加入我们的 Parama Shiva Home 一级课程。二级课呢，是在一级课的基础之上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知，对人生的认知。对神明和神明连接，对自己和上师之间关系的这些认知，包括三眼超能力的显化等等，所有这些更加强大的灵性的体验和点化。在二级课程呢，我们在每天呢会接受尼西亚南达上师的巴瓦萨玛蒂打响这个寂静三摩地的打显。这一套寂静三摩地的打显呢，是所有的从卡拉萨来的神明呢，用上师的肉身呢，再给所有的信众答谢，所以呢，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凡的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寂静三摩地答谢，这个二级课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些让人心旷神怡、非常向往以及极其极其难得的和珍贵的这些答谢的体验。因为只有尼西亚南达上师这样的神明呢，他才能够真的，以这样丰盛的大餐的这种形式呢，去邀请所有凯拉萨的神明来跟自己的信众见面。所以，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能获得的绝无仅有的机会，和所有的神明去体验合一的境界呢，就只有在帕尔玛希瓦 Home 二级课程。帕尔玛希瓦 Home 三级课程呢，是我们最终极的灵性礼物。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会揭示给大家最终极的宇宙的真相然后让大家去体验最强大的三眼超能力的显化，以及去接受尼西亚南达上师直播的答谢和直播的祝福。也就是说，在三级课呢，我们可以跟尼西亚南达上师互动可以呢去现实的体验到所有的这些强大的祝福呢，在我们眼前立即的显化这样。当然，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强大的308式瑜伽，以及所有的神秘的灵性体验，这样包括死亡的体验和自己祖先的圆满，甚至还包括可以让所有不孕不育的尤其是这样的夫妻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得到上师的点化，可以给你一个开悟的宝宝。当然，也包括想要有这个生育能力，想要再生孩子的这些。同修呢，你们也可以参加这样的答谢。所以呢，在这个三级课呢，大师给我们的祝福是，每一天都是一个无价的宝藏，每一天的点化呢，给我们的礼物呢，都是我们可以说在地球上最珍贵，而且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在任何其他情况获得这样的巨大的灵性的礼物。所以呢，三级课的价值呢是无限的。如果你听了刚才这三个课程简单的介绍呢，你也想要来参与，非常简单，你可以加入可以加马凯拉萨的微信，我的微信是14595087。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所有的新学员，包括旧学员，如果你没有上过一级课呢，一级课是现在的必修课，也就是说你必须上了一级课才能上过二级课，必须上了一级、二级课才能去上三级课，这样。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定位，去
准备自己要上的这个课程。同时呢，凯拉萨所有的寺院、寺庙呢，也会对外开放，去迎接邀请所有的同修呢，来我们的线下去上课。所有的这个饮食啊，包括甚至有一些寺庙也有提供住宿的这个方法或者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多的灵性的礼物。如果你到线下实体的去上课，这样。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给大家的礼物，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抱着感激之心，知道尼西亚南达上师对人类开悟的这个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和他最大的慈悲，这样，所以呢，抱这颗感激之情呢，来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将要开展的最强大的三个灵性课程。好的。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讯息呢传递给自己身边所有的人，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来到卡拉萨，来到我们的课程。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Nityananda》。